你把这些工具收好，下次加强检查。哦，我们要找一个，反正得有个人伪装成那个什么病患。哦，今日手术记录。哦，云晨要假扮成云晨。哦，要做成这样，这咋这么像黄子鸿帆？啊？身高1.85米，那你不行了。哦，对，那我不行。血型 A， 你说也是 A。体重64公斤，28。小何，小何，小何。你要假装是做完手术的样子，术后呢情况是处于失声状态，不能说话及喊叫，不能闭眼超过2秒。就一会儿你的单线任务，你可不能闭着眼睛哦。这个设定直接就是要你命，意思是。来来来，你要有克制，你要有克制呢。你就哎，这个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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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头不戴了，戴上吧。好了好了，哥可以了。给你贴一贴，可以，贴贴。都是易容大师。哎，其他的呢？给它贴上，这个还要贴。涛涛就是玩上瘾了呀。涛涛说：“管他长什么样，我必须给他贴满。”这样，好，可以。哇，这个太帅了！太像了，太像了。666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你这个法质太好了。哎呀！哦，对，你把眼镜摘，你就不会害怕了。对，我就看不见。走吧，我们去手术室找艾院长。走啊，手术室在哪？在那。哦，我们躲柜子，你躺上去啊。对。他们俩你躺这边，我来这边。哦，这俩是一个柜子。双人间的吗？双人间。哦，正好5个。哦。你躺上去。好。We are ready.Doctor， 不能闭眼睛哦，还不能说话，不能发出声音。来了，袁晨是吧？因车祸导致的严重挫伤，声带受损，眼疾受损。你的手术已经做过了，但是情况不太乐观，我想给你进行一下检查。好的。你不是声带受损了吗？
来，不要乱动，我要给你进行诊疗了。接下来，切记千万不要乱动。不要紧张，我待会儿在隔壁还有个手术，这是我出来检查一下我的刀而已。你用的不是这个。你要用的是这个。现在我先帮你注册一针诊疗剂，减少一下你的痛苦，可能会有点痛，但是你要忍一下。来，放松，手放松。你是云晨是吧？准备了啊，别动。药剂已经打完了，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起作用。你先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我再给你进行一对一诊疗。不是吧？小飞，你没了。小飞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在啊。哎，我去哪儿啊？不要出声，不要出声，不能出声，兄弟，不能出声，加油，阿和。
快解不开。这怎么了？上面是什么呀？上面有人。哇，一个脸！哇，太吓人了！怎么是个脸？哇，太吓人了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被病痛折磨了很久。我可以帮你摆脱病痛，并且满足你的愿望。稍后，你见到的第一个人会送你一个物品，只要你带上那个物品，他就会引领你找到我。机会只有这一次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医生、院长，那有没有可能他刚才打的那个针是那个致幻剂啊？